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小嘴伶俐、香消玉殒的瘦贵妃，还有一位笑靥如花、体胖丰腴的胖贵妃。杨贵妃 vs 甄嬛 rap battle 对决。别人都喜欢叫你杨贵妃，但我觉得你的名字叫做常被推，板车推你的小太监只能藏泪水，提醒你别用力靠墙，因为墙它会毁。解释我的美丽，岂是你这种竹竿显示？看你骨瘦如柴，身材更加不出彩。看你面黄肌瘦，浑身散出病态。我心生幽怜，我真的不忍心跟你这种小朋友哈翻脸。本宫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。我漂不漂亮？请看各大卫生收视率，我励不励志？看看高人关注我，只许你一个历史人，我还不是打了酱油？像你这样的胖妹，只能活在历史长河里头。一席之位，我出现多少名臣将相都将为我陶醉。我不是公主病，而是天生女王命。岂是你一个机关算尽的竹竿能体会？杨贵妃，你要怎样？甄嬛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有请灵动翻腾、轻如鸿毛的大张伟队，和雍容华贵、重如泰山的前锋队。